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大家好，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嘉宝。手机已经成为使用人数最多、更新速度最快的移动科技终端之一，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离不开手机。如今，全面屏成为智能手机行业最火爆的关键词之一。可是，一些所谓的全面屏，其实是上方留有死角的刘海屏或挖孔屏。现在这款手机以屏下摄像技术为突破口，真正叩响了真全面屏时代的大门。这款真全面屏手机屏幕上搭载一块6.8英寸的 OLED 双曲屏，分辨率达2480×1116。值得一提的是，屏下区域独立像素1:1技术，让每一个像素都可以被单独控制。独立像素1:1技术实现了400 PPI 的超细腻显示效果，使正面显示浑然一体，做到了无刘海、无挖孔的无缺全面屏，将全面屏手机的颜值和体验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前置摄像方面，这款手机在前置摄像头上用一颗 16MP+2.24mm 融合大像素传感器，在独有的屏下摄像技术的加持下，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摄影体验。不仅如此，配合独家透明布线方案，通过 AI 算法提高进光量，抑制了光学衍射，最终实现了显示功能与拍照功能的平衡。后摄方面配备了35毫米人文镜头、超广角镜头和长焦潜望镜头，三颗镜头采用了3×6400万的三主摄计算摄影的解决方案。在千机一面的刘海屏挖孔屏，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一时代碳纤维小提琴，展示科技新产品、新创意、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张伟。我手中的这个乐器啊，大家一眼就认出来了，它的名字叫做小提琴。全世界的音乐大师们都愿意选一把称手的小提琴为一生的追求，但是它的制作工艺太过复杂了，适合它的板材可能凤毛麟角。碳纤维高科技复合材料开启了中国小提琴制作的新篇章。我们都知道小提琴的木材是很珍惜的，而且现在的木材呢资源越来越枯竭，那我们用这个新材料做一种替换呢，这种尝试呢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材料才是碳纤维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旭工程师为我们大家解读一下。我手中的拿的就是一卷碳纤维，它是由碳元素组成的一种纤维状长丝，它有很高的强度和磨亮，它的主要用途呢是作为增强材料，与树脂、金属等材料复合，类似于在水泥中的钢筋。碳纤维复合材料呢比木材
的强度是高很多的，所以它不会害怕磕碰。第二个就是它的防水性能，即便是如果有水长期留在上面浸泡在水中，它也是可以完全保持原来的状态的。同时，碳纤维提琴可以实现个性化外形和音质的定制。碳纤维小提琴，它的制造过程绿色环保，保护优质木材，保护地球资源。但是，它是否能够为广大使用者提供优质产品和便捷服务，最终还要经受音乐家们和市场的考验。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条件极度恶劣。比如说阳光照射非常强烈，空气十分干燥，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昼夜温差非常的大，对于传统小提琴的演奏是一个极度的考验。为了检验碳纤维小提琴的质量，成都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吕德小提琴演奏家王威志登上了世界屋脊，开启了他的极致演奏之旅。碳纤维小提琴的出现，开启了小提琴制作行业的一个崭新时代。碳纤维小提琴一定会赋予这款传统而又古老的西洋乐器更多的可能，它会让我们国家的音乐事业更好的发展，会让我们国家的环保事业得到更好的保护。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室内风动，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王轩。跳伞项目是最时髦的极限运动之一，人们像翱翔的雄鹰一样从高空中俯冲下来，利用降落伞以减缓下降速度，并在指定位置安全着陆。跳伞以其自身的惊险性和刺激性被誉为是勇敢者的运动，因为无论是新手还是专业运动员，在享受自由落体的同时也极具危险性。不过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是一项兼具安全和刺激的室内跳伞项目。实地训练跳伞风险大，后勤保障困难，时间消耗多，投入成本大。随着科技的发展，跳伞模拟器应运而生，而垂直风动系统也是其中之一。垂直风动是利用空气动力学原理而研制的模拟自由落体空中飞翔的设备，利用高速气流将人在特定的空间里吹拂起来，是让人们在不借助飞行伞、滑翔翼等等飞行器具的情况下，借由垂直产生的气流在空气中漂浮飞行。刚刚我亲身经历的风动飞行，能感受到由下方吹送的一股巨大气流，这股巨大气流的时速约为180至255公里每小时，十分接近真正的空中跳伞。游客飞行区域上下均有布置安全拦网，以限制飞行高度，并保证游客落地时由具有弹性的承接面接纳其轻柔落地。除陪同教练外，还有隔玻璃帷幕的洞外中控室人员，透过实时监控等措施，以确保游客安全。不仅保证了伞降人员的训练安全，还大大缩减训练周期和减少伞降训练投资成本。它被称为是室内跳伞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飞行模式可以达到与真实飞翔同样的效果，体验只有在万米高空才能感受到的空中飞行自由落体之快感。此类运动新科技带给人们的不仅是相似的运动体验，更改进了极限运动中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危险，这也是新科技的魅力所在。
在方便人们生活或者科研的同时，也能填补现有条件的不足，更好地助力行业的发展。